这就是秘密所在了。正是老先生多年业余坚持太极拳运动，才使他老人家在百岁之时，身体仍是这样硬朗。 科学研究表明，动物的寿命应该是它的生长期的7到8倍。我们人应该都能生活在人世140年以上。然而，由于环境、心境、疾病等诸种因素的影响，多少年来，我们人类只能慨叹人过70古来稀。其实呢？ 我们人类自身内部还存在着许多抵抗诸种不利健康因素的潜在功能。太极拳运动正是通过对人的意识、心灵以及身体的每一处的锻炼，而调动起人身体内部的这些潜在功能，使人的机体自我调节能力增强，因而产生灵妙的健身医疗价值。